固体不同于固体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。固体不同于固体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。 A gas differs from solid in that it has no definite shape. 固体，气体不同于固体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。